说要他来的时候，然后要接电话的时候，这个画面啊，我就用两个。啊，这几张是冲出来。哦，加一条。应该是说要他来的时候，然后要接电话的时候，这个画面啊，我就用两这几张是冲出来，哦，加一条。还是要点力量了哦。对。昨天就学弟说有蛇啊，我以为要去抓蛇，结果他说值班台，我以为他开玩笑，后来发现那个缝真的有一条蛇。嗯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把它抓出来，这样子。嗯。那抓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他有撞破那个铁柜？啊，有啊，他因为本来想说把它移开啊，但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门就突然就撞开了。吓一跳，我看画面里面他往后退了一下嘛，对啊，吓一跳啊，是，啊，有没有想到说相对会有跑蛇进来这样？没想过哎，这种我忘了。那自己的经验里面有遇过吗？没有，第一